高雄市区呢，早上不但降下了大雨，在中午过后呢，甚至还吹起了大风。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高雄美术馆附近，可以看得到呢，其实这里是豪宅区，不过放眼看去却是变成汪洋一片，不但路树呢倒成一片，马路呢变成黄色的泥流，还有许多民众呢骑车或开车来到这里，基本上是动弹不得。因为呢，目前整个美术馆周边的道路呢，有许多的地方都出现积水，有如呢就形成了一座孤岛一样。像我们刚刚呢，从这个高雄市区要来美术馆周边，其实走了好几个道路，经常到了某个路口就被阻隔，然后呢就得进行绕道。因此可以想象得到，目前呢这个豪宅区却是变成了有如高雄市的孤岛区。而根据了解呢，在高雄市区，其实呢，在左营地区，光是之前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就降下了超过50毫米，而且呢，三个小时的累计雨量更高达有100-200毫米，显示得了目前出高雄市呢，除了这个风势之外，还有这个雨势呢，也是相当惊人。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，刚刚下大雨，短短10分钟的时间，这个水已经淹到了我的这个脚踝这边哦，而且已经淹到了家人。阿贝，给你问一下，现在是刚刚水就直接淹进来了，是不是？大概多久的时间而已啊？淹水要不，我一小时之前就开始搬。嗯。淹水大概30分超过了。是哦，那你现在呢？现在搬了。你现在搬？我们还在这里，你看还在上啊。这个垫高的高度行吗？够吗？什么高度啊？这个高度够吗？不再垫来，不再垫了。好的，你可以看到呢，阿贝呢，他这个地震事务所呢，原本就有很多的纸张文件，但原本已经垫在椅子上了。可是你显然看到呢，这个水呢是不断的一直在往上攀升的，让他也是束手无策哦。现在要赶快把这个文件呢再加高，能够垫多高算多高，因为从早上5点开始，在这个美浓国小这一带、民生路的这一个区域来讲，根本呢这个水完全退不去，一下子呢就看到呢这个水势的扩大的范围，现在呢连周边的呢影响到的这些住户是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呢，在短短10分钟之内，这些水都淹到了住家里头了，所以有很多的住户呢，赶快把住家一楼的东西呢是不断的在垫高当中，就是希望呢说这个雨看可不可以赶快小一点，能够水赶快退去，因为呢足足泡在水里呢有超过了8个小时以上的时间，真的是让他们快受不了了。站在民城一路，整个路都已经淹满大水哈，那目前看起来的深度差不多有150公分以上，甚至有的时候还淹到大腿。先请问一下哈，你们那边是在哪里有淹水淹到什么情况？大凤一路395号淹到胸部，我特地过来关心一下爸爸妈妈了。爸爸搬到2楼。哦，哇，现在水已经淹到膝盖大腿了嘞。那边淹到胸部了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边都到胸部了。对，这么夸张哦？对啊，是我们赶快回来的。关心一下爸爸妈妈。没有，赶快把爸爸搬上去2楼，爸爸中风在1楼啊。因为我打119，他们说不能临时来救援。有啦，有啦。救援了，对，橡胶船。哦，那现在目前安好了哈。有。哦，辛苦你要再设水路过去嘛哈。对。主要讲的话就是那个自动池啊，水抽到满出来啊。怎么？在哪里啊？自动池在前面。自动池啊。啊。水抽到满出来啊。那怎么办？啊，他抽到9分满就好了，他抽到全满都溢出来了。啊。造成我们这边淹水啊。哇，这真的很困扰嘞，对啊，整条街全部淹满了嘞。对啊，这个不是第一次了，已经有好几次的状况嘛。对啊，只要下大雨淹大水，这边就很有可能会遭殃了哈。抽到满出来就没事情了。啊啊啊！中午过后，但是呢，这个雨势并没有停歇下来，因此在美浓地区，原本这一条路刚刚呢，我们这里还没有淹水，但是现在呢，整个都淹上来了。所以看到呢，在我这一边，这原本的美浓广场这边，有很多人把他住家的移车呢，是移到了这里，原本以为比较高的地方，但没有想到还是淹水了。所以看到这边有好几辆的车子，根本没有办法迁移开来，成了泡水车。我们听听看车主的说法。
起不了了。那该怎么办啊？没有这样子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哎，之前是有这个是移过的地方吗？这个就是比较高点啊。那没想到高了也一样哦。对，今年比爸爸还严重。啊，真的哦。真的。那现在这样子移不了，现在只能等水退。对啊。好了，这个淹水的真的是非常之夸张哦。从凌晨五点开始，美浓这个地区，包含在美浓国小附近周围，将近有好几百米的道路，都是像我这样子的马路呢，变成了黄河流般了。不止汽车泡水，机车泡水，看到在我远处这些店家们，几乎水都淹到人家店家的一楼店面里面的，淹水之夸张哦。但是由于这雨势一直不断的下，再加上山区的溪水一直宣泄而来，导致呢河流跟道路是一样同等高度的，这些水根本都没有办法给抽出去，所以直到今天的下午，在美浓地区仍然是有非常多的地方是泡在水里面的。外头下着大雨，可以看到两名黑衣男子背着一个人站在水中央，不断卖力的徒步往前进。仔细看，这两名黑衣男子其实是消防队员，背着一名病患。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情形。25号上午9点多，高雄古山永德街的民宅传出有两名长辈受困了，当下美术馆周遭淹大水，而这淹水的情形乍看之下就像是黄河一样。再往远处看，这一淹不止行人寸步难行，就连停放在路边的轿车也全部变成了泡水车。从高处往下看，银色的轿车和黑色的车辆是通通泡在水里面。当下有人打开车门，不确定是不是车主，还在看这车子要怎么处理。高雄美术馆在当地可说是豪宅区，这么一淹，柏油路都看不见。要是这大雨持续不断，居民希望水赶快退，恐怕不是这么容易。住宅社区地下室百万名车，恐怕也面临了泡水受损的问题。就算水退了，车子要怎么修，还能不能修，恐怕也是伤透脑筋。这里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，那目前呢，因为雨势太过猛烈，警察局的铁门已经是属于半开的状态。那其实整个中正路上呢，是已经积起了大约20-30公分的积水，已经大约到记者的小腿肚左右。那目前其实因为风势很大，也有许多的车辆是被吹倒，直接倒在人行道上。那人行道上也可以看到有树叶、树枝，甚至还有三角锥跟盆栽。那还有像是这个禁止通行的立牌都已经被吹翻。那高雄市其实从早上开始就已经是风雨不断，因此也有许多附近的公家机关都是陆续传出了淹水的灾情。以上就是目前掌握到的情况。高雄的桃子园路呢，稍早前不但传出整条马路上呢全部都是变成了泥流，而且呢连一旁新的大楼呢也可以看得到，他们的这一个地下室出入口呢居然变成了河道，整个水势呢整个冲进里头，也因此呢他们第一时间住户呢也团结起来，赶紧的把这个水挡呢架起来，并且呢现在透过的抽水机，现在呢几乎已经将水慢慢抽离。不过呢，由于在担心这个雨势再起，因此呢，他们也派出了这个相关的住户呢，值班轮流来这里来戒备守护。不过呢，也可以看得到，由于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就靠近左营军港，而再加上今天呢，上午的时候9点之后是进入满潮的情况，因此呢，可以说是海面上的水位跟这一个路面的这个水位呢，都相当的接齐，导致大雨一下，整个水势无法宣泄，结果呢，这附近的道路全部都积水。可以看得到，不止呢同一栋的这个大楼，包括对面栋的大楼呢，都已经架起了水挡。而为了担心地下室车子泡水，可以看得到呢，他们原本的这个中庭呢，现在比较高的地方也全部堆满了车子。就是希望呢可以来避免车子在里头遭殃的情形。还好在高雄呢，在午后虽然雨势呢忽大忽小，不过呢风势变得比较大，现在呢比较担心风势可能造成的危害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